去一个礼拜多，但已经带给了北部的山区啊，也是灾难不小。说来我们也要感恩，我们能这样的平安，的确就是要感恩啦。不过呢，在这个山区的这一大片呐、的泥流啊，真正的造成了、这一部分呢，真的是苦不堪。慈济人呐、就从当天宝鸿泉还没有完全脱离台湾，慈济人开始投入啦。有淹水的地方开始呢看灾呀、送饭呐、同时呢送慰问金，同时呢也投入帮忙清理，真的实在是很感恩呐、这一共啊动员啦、万多人呢，有的花心的是天天都去，尤其是带队带组的都没有停歇呀、都是同样呢投入去做，一直到昨天，昨天呐、超过3000人，我们四大志业的菩萨们呐、大医王啊，都同样投入哎，同样的清扫，同样呢去做一一的慰问啊，真正的爱的能量啊，还有呢慈亲啊、慈少啊，都投入。而且呢也有看到大爱的呼唤而来的，也有呢看到了就在脸书里呢也来，那艺文界的人也投入啊，企业家呢也带着他的员工而投入啊，会员也投入啦。这一次呢是真正的社会人士，大家呢关怀社会啊，爱的大动员。所以昨天结束了，已经呢都干净了，恢复了整条街呢，还有家家户户都恢复那样的干净嘛。现在很担心的，台风又开始了，到底它的强度是否还会增强，或是呢会减弱啊？真的实在是很担心啊！唯有我们大家呢虔诚呐来祈祷哦。那这是很担心。曾经有过的地方花了这么多的人力呀、那是不是呢能保持着它现在清理过后的干净，能无恙这样度过呢？那前天我们呢两院呐、在同时举行的宴庆，大林呢是15周年，那从第一年开始来，现在的执行长啊，还有呢检验长啊，当初的副院长哈、那还有资深的都底下跑腿争哦哈、那从这样的过来呀、那从乌头门做到北头门哈、这种资深这样的生根呐、在医疗事业体的哈、拢好我呢，安尼无有烦恼哈、那这是最感恩。
恩的礼物啦。那么还有我们的华联慈宴呢，是29周年，所以呢要更虔诚的感恩呐、啊。看到了那一天的分享呢，有我们的这烧烫伤的整形外科的团队呢，这像台北这一次的粉尘爆炸，那有的呢是从他院呐、啊，那转回到花莲来呀、啊，花莲也要照顾哦，照顾的呢真的是无微不至，这都需要呢他们的团队，除了医师的用心用爱陪伴照顾啦，还要呢复健。那复健不只是复健的功能，他们呢在全台唯一的能自己制造这个压缩衣，那让他们呢能恢复了，真的是不简单。那例子很多啦，总而言之团队不能哈、哦、轻忽掉啦，说啊哪一颗重要哪一颗不重要，其实呢都非常重要啊。还有呢这个小儿子肿瘤科啊，那谢谢他那伊那现在呢已经超过了医师的高大那个几粒头哈、哦，那样的从小儿的时候。那看到了我们的医师呢，也是很感恩呐、啊。好在我们有医学院呐、啊，那医学院呢也已经这样的培养出了，都已经承担了重任呐、啊。那还有呢，我们的一位呢也是一样啊，癌症的或者是心脏的等等，把他照顾的健健康康啊，那。也已经在职场上看的是很开心。那泌尿科呢也是啊，看到郭主任啊他在培养人才啊，的确呢我就感动的哦。那慈大毕业的都在他的这一科呢已经不用颈椎维修啊，我真感恩啊郭主任呢，因为呢我要聘医师的时候呢是很困难，可是他来第二年他就给我安心，他说较舒服有20年，我就说过来30年，那就这样的，他真的有30年的规划，快30年前来的，那是我心里上想，我人生来到花莲我有3个10年，第一个10年是起飞，努力的把这个科经营起来，能够把所有到我们慈院来的泌尿科的病人，我不会再转半个出去。那第二个10年，我们就努力的把它深度深化，品质提高。到第三个10年，我们要做教育，让我们全台湾的年轻的医师会愿意到花莲来学习某一些他在他们医院学习不到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我想都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发表了大概430几篇的国内外的论文，这个听来呢都是很感恩也是很感动的事情、啊、看到了年轻的慈大毕业啊那样的这夺团书记，这也是让人很感动的，这种的啊，呢传承的爱啊，还有呢，我们资深的大医王，每一个人呢，我看到了都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呐、啊。总而言之呢，我千言万语呢，都是无法呢来表达出了对医护前沿过科室的。同仁的感恩，因为呢，没有我们院内同仁呐、啊，硬体再好都是空壳，
都没有用的，这是因为有人那样的良能，这个妙手，还更需要的是那一份的这大爱、无私、不求利、不求名，只是呢要专心啊，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他们真正的立志呢，自为仁医呀。